镜头转到网球场 ，ATP 三太子网球挑战赛在台大体育馆持续进行。台湾好手王宇佐今天以直落二晋级挺进八强。在台湾举行的 ATP 挑战赛，竟然取名为三太子杯，当然要融入一些本土文化。开打前，主审执的不是铜板，而变成了宝龟。名列大会第七种子的王宇佐，十六强赛对上美国的 Austin Krajicek， 一开始陷入苦战，首盘打到 tie break 才险胜。但来到第二盘，王宇佐成功破解了对方的左手发球，很快的赏了他一颗鸭蛋，以直落两盘拿到八强资格。他那个，你知道左手他那个外脚的发球，对吧？你已经知道他会发那边，但是你还是接不到他，我就是已经在外边给你发内脚，对。但是你只要发进，就是我逼着你发内脚，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一直发内脚的 S 这样。